美国西部时间2月11日，2023紫光上师全球布施健康法会在洛杉矶圣地马斯剧场举行。紫光上师应邀亲临加州社坛传法，公开光环密宗大圆满千古秘法，造福众多善信。光环密宗是佛学的精华。我们全球健康推动联合会非常荣幸的，也非常非常难得的，请到了著名的密宗上师紫光上师，那也是我的上师，亲自到加州洛杉矶来弘法。这是事隔将近20年，上师再一次来到洛杉矶弘法，实际上就是让所有加州有缘的信众能有机会听闻到紫光上师大圆满的秘法。能够讲法给你听，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晓得他讲的法对你有没有用。要是没用的，那你还是拜佛干嘛？会场上，紫光上师法语甘露的慈悲布施，帮助听众们重新认识了内心和外心，内魔和外魔，消业除障，净化身心和端正形象。紫光上师宣说佛法关系学、佛法宇宙学，以哲学论述了成就学以及世间成就与出世间成就的相互关系，并以全新的角度重述了光环密宗法对人类重要性、解脱烦恼的方便和途径。你们是没有想到的，没有见到的人不会相信，就好像听法一样，相信的人来听了，不相信他不会来听，不会来听是他的损失。紫光上师深入浅出的佛法教育，言传身教，必将拯救越来越多的信众，帮助大家打开释放自身潜力的宝门，让他们通过学习掌握了如何拥有健康，如何通过正当努力获得财富和智慧，如何通过慈悲与大爱之心扭转命运，让无论处在任何年龄的信众都能真正做到了悟生死，凌驾世间烦恼，积极乐观地面对和创造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当然你们很多坐在这里的人，很多人没看见灵魂，从哪里来个灵魂啊？这个是明显，但我也没办法和你解释，因为你不是我的学生。当你成为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告诉你灵在哪里。上师的讲法细腻透彻，是超越生命局限的启迪与教育，是引领我们走上人生正轨、走上光明大道的慈悲恩典。那这一次我们作为上师的弟子，是跟随上师从纽约到圣地亚哥的圣地，再来到洛杉矶，就是为了帮助更多有缘的众生提升健康的素质，提升免疫力，并且呢提升抗瘟疫的能力。因为当今健康最重要，紫光上师曾经开示，当今健康危机席卷全球，能够让所有的众生重获健康，才是弘扬佛法的价值；能够让众生获得自救的法门，才是佛教最现实的慈悲。紫光上师大慈大悲，应大毗卢遮那佛之意，创立光环密宗，公开千古秘法，布施婆娑众生，为了实现人类健康、世界和平、宗教大同的理念，为了引渡有缘众生走向光明和解脱，紫光上师身体力行，他还将巡回世界各地，弘扬佛法，传授解脱自救之法门，为广大信众指引一条修持成就的快速觉悟成功之路，为人类解脱肉体病痛及精神烦恼
带来的光明和希望。